拆后的教学 SOP 影片吗？可以，现在就开始吧，郑老板。把那个链条拿到最小，小最小，小最小。好吧，我跟你讲吧。这样会比较好拆啊，因为这个链条没有打在一起。OK， 然后这个一样。刹车，快拆，把它打开了啊！然后快拆打开啊！哎、欸，你这锁太松了。哦，刚刚锁的太松。对对对，太松了。Okay.打开之后，因为这边可能会有点紧，主要是轮胎的东西，对，它稍微可以把它推下来，然后往上抬，这个姿势往上抬，就抓这边往上抬，然后轮胎往下抬，这样就下来。老板自己帮他贴的。如果说它对你卡卡不好放的话，一般我们测一下它会卡嘛，如果它要卡的话，你压这边，手不要乱砸，对，就下来，好，装后轮。装后轮，手机你自己拿地，把它放到中间，因为刚刚我们是最小尺，你尽量就把它放到小的那边，就是第二或最小，然后往下。如果你要懒得去找技巧，你就这边往下压一下，顺势车架往下搭，它就下去了。然后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对到，对整，下去之后它不会整，就稍微用力拉拉一下就可以。稍微拉一下，进多长，这样到底，然后快踩打锁机。啊，这个没关系，等一下抬起来转两圈就好了，然后就让它顺，它就会到正确的位置。OK， 完成。原来我挡住你了，对不起。OK， 好，我现在要开始。